25号，中国移动万台首批 5G 终端实现交付，其中首批 5G 手机品牌涉及华为、中兴、小米以及 OPPO、VIVO， 预计将在7月底陆续启动上市。华为 Mate 20X 5G 获得编号001的中国首张 5G 手机身份证。